要讲话。
生跳完比赛还没休了，这个教官要变了。好，李正杰放出来。这个教官没。好，五班坐好，五班坐好，坐在高的位置。五班、四班，你看，六班到九班，十班、十一班都坐得很好。
大家遵守啊，我带人类下去啊，我带人类下去啊，你们就
平要去哪？他没有这个东西。不是他下去搬吗？他们说搬流会负责的吗？我说我又说搬流。Thank you.
上国旗，即国父遗像，行彩礼。
严吉华、陈玉曼、刘爱玲、卓慧娟、陈文荣、林立芳、李扫文、叶慧珍、陈颖静、朱美颖、许天佑等22名。我们现在请江户会长。
王伟娥，啊，王伟娥，我们政党委员会的曾伟娥，我们非常亲密的邻居校长，梨山高中的郑校长，我们江副区长。好，第二排这边是蓝伟荣夫妻啊，蓝伟荣夫妻，我们有很多土优过去上节目，那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老埔公高也是对我们内埔高中贡献最大的，我们最早的徐主任，你们进来，他刚好出去当校长了，就是我们古亭国中的徐校长。再下来是明虎国中的赵校长。再下来也是跟我像我的弟弟一样的，我们统事了二十几年，柳公国中的林校长。其次是我们的家长会的马伟荣啊夫妻，我们谢谢他们光临。那么底下还有蔡蠢丁、蔡伟荣，他没有上来。黄超群、黄伟荣好像也在底下啊。哎，那么谢还有其他的，谢谢他们的光临。每到你们大哥哥大姐姐要毕业，昨天晚上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不是睡得很好，那么因为我不晓得在这个场合里面该给土兄们说哪些话，我家里人才能来，我们内埔高中充满了笑声。当我穿这一套西装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位同学就过来，校长今天你穿得好帅，我不管穿什么服装，总有同学跑过来，校长你今天好帅。我在接受国中之前我没有穿过牛仔衣，当有一天看到你们星期六都穿牛仔装的时候，所以我也特别在香港买了一套牛仔装，我也穿了，你们同学也说校长你好帅。我好感谢，就是说我穿什么服装，朋友们都说我好帅，所以我每天必须穿不同的服装，让你们同学们欣赏不同的角度来欣赏。那就想我为谁而活，我就是为你们而活。我觉得今天能够让你们高兴，老师一直付出，一直付出。刚刚看到你们为你们的老师献花，当然我也羡慕他们，我也羡慕我自己。如果不是苦苦的耕耘，对我们土球门纯纯善诱，不停的教导，我想土球门回想这三年的成长，老师跟你们一起成长，主任主讲们所有的永固里面，所以过去我几说跟你们主角说我好爱你们，今天我要加一句话，对于内湖高中的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志愿，我们的工友，我今天也要说一句，我真正的好爱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努力让你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跟我的同仁说我好爱你，我真的好爱好爱我的内湖高中，我们的内湖高中真的是好可爱的。接下来是长官致辞。哎，
林校长，各位校长，各位贵宾，我们内湖高中的各位师长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区长看着同学踌躇满志的模样，我们来听听师长是怎么叮咛的。苗鹤，苗鹤，你来过我们学校吗？有。我们学校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大哥哥大姐姐可爱不可爱？可爱。将来你要不要读爸爸的学校？要。爸爸的学校是什么学校？喜欢不喜欢校长爷爷啊？喜欢。校长爷爷在哪里？各位，今天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如果三年前没有校长的提携，大概我不会认识各位哥们、各位英雄、各位美女，我更不会得到所有老师给我的睿智与提携。所以我非常的希望各位同学别忘了今天所有训导处的服务人员、所有的老师、所有教务处的人员，还有你看看在顶楼帮你们服务音乐的老师，真的必须要感谢他们。也即将正式高飞，飞向人生的下一站。记得我刚考完高中联考的时候，心中对于高中这个名词仍存有许多的幻想及疑问，因为刚离开了生活三年的国中生涯，进入了高中，一方面有份依依不舍的感觉，另一方面的确，新的环境、新的学校、新的友谊以及新的生活，不会等待着我们去接触它、去熟悉它。而在座的学长姐们，这是我们进入内中的向导，带领着我们畅游内中工程。是学长姐，让我们争取原本从校门走到教室都可以迷路的小毛头。这里是游泳池，这里是特科教室，还能来去无踪、横行无阻的穿梭于校园呢。然而，就在我们才刚熟悉这个属于你我的大家庭，抛去青涩的外衣，放肆的享受着有所赋予的关心、骄纵，既然是有学长姐顶着的权利时，却惊愕的发现。能与你们相聚的时间不多了，在今天这个充满祝福的典礼结束后，不知何时还能再共聚一堂。为此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淡淡的无力愁。因为从今以后，操场上将见不到学长们奔驰嬉戏的背影。沿街走廊上也再也看不见学姐们一手抱着书、一手护着裙子的惊险镜头。没有你们，
依法下课的迟到队伍，比如把有些迟到的事实转个弯再排回来。没有你们热情的舞会、校庆、欢笑会上的创意布置，也将逊色不少。但你们不用担心，学校的一切将由我们来承担。我们会秉持运动员的精神，既会念书又会玩，并紧握手中的这根棒子，为狱中的接力赛跑完属于我们的一圈。是的，你们尽管放心大胆地为理想打拼吧，相信在联考上你们一定能为自己、为学校打一场漂亮的胜战。因为狱中的学生是狱中的学生。然而就在你们要展翅高飞飞向人生的下一站时，也别忘了回头看看，看看我们，看看那位为你们上了三年又初中的校长，看看那大学教师被你们摧残的操场，还有陪伴着你们三年的小董，即使有当今水平外表的活动中心。不过呢，你们也没忘他，尤其前几届学长姐们，你们可幸福许多的呢。尤其是能在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国际会议中心进行毕业大典，就够我们羡慕的了。相信这点点滴滴都将写入你们的毕业纪念册，成为你们最甜蜜的回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相遇是一种缘分，就在今日分手的同时，让我们珍藏那往日的珍贵。而人生的美味，正是一本本由岁月所交织而成的纪念册。那些爱过的人与被爱的滋味，也将彩化而成追忆。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途，感谢天让你我在一起度过了这段最灿烂而美好的时光。当我们出世于此，我们有着各自的梦想，你的梦，我的梦，随着记忆的累积，逐渐拥有一个属于彼此的梦。虽然我们有